他打了你个人，那大家都不得欺负，那就说的他。打我你家哦，他输了哦，冷了。阿妈那是蛋。所以卡车，阿妈是那不是卡车呐？阿妈切菜嘛，切切切掉一下。那切菜还无要规定哦。鱼啊，哦，啊，菜头先黑吼，哦，你来炒炒，下出来，炒上来，好啊，阿妈真能水呢，嗯，红颜啊，阿姨，真了古古味，水哦，两个泡泡吼，两个泡泡，阿妈都无乖泡泡的吼，我是等我来。我要用。我水洗阿妈做成金针菇的。哈。那现在做成金针菇的。哈哈。看来是不是哦？对啊。哦，我懂了。拿来好了哦，拿回去。你阿妹来吃哦，煮出来好好吃哦，来哦，汤嫩啦哦，好煮哦，大家来吃，好吃哦，好吃，我感觉这个适合配甜点，真的，干嘛？阿妈这个适合配这个，我家己做的辣椒，辣椒啦，哎，阿妈你要讲咩？啊，你要讲辣椒哦，嗯，阿妈，啊，讲出阿妈辣椒讲煞袂晓讲。敢食的人好啦。我唔敢食啥。掺满油咧，迄家己做，掺满油落去煮。阿妈，你家好做。我袂晓，迄看用过迄果汁机看干的，迄辣椒看干。好，做多好啊！我食看卖哦。好食。你也没有做当分金金啊吼，大家吼，试看啦，一时啊就好啊啦，哈哈哈。你订阅了吗？点赞两边可以看我推荐的其他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。还有，一定要点这里订阅我们，每天晚上8点半准时收看影片哦。大家坐来看哦，谢谢。